美國宣佈，向巴基斯坦軍隊對阿富汗塔利班以及係哈卡尼網絡採取決定性嘅行動之前，暫停對巴基斯坦軍隊嘅安全援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星期四宣布咗暂停援助嘅决定。努尔特表示，美国认为阿富汗同塔利班以及系哈卡尼网络破坏地区稳定，并且系将美国人员当作为系袭击目标。佢未有具体披露边一啲嘅援助以及系几多个援助将会受到影响。川普总统新年发推文猛批巴基斯坦之后，公众一直喺度揣测美国可能会做啲咩事情。呢、這个响巴基斯坦造成咗好多嘅疑惑以及系焦虑。